各位龟佬出来搞鱼啊！昨天晚上在这里面放了10个钩子啊，现在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收获啊！我也是第一次放这种夜钓钩，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空军吧？就是这种环境啊，咱们赶紧去看一下。这里有一个钩子，先来看一下第一个。线在这里。哎，好家伙。哎，有一个鱼哦。攀鲈，可惜嘎了。这也不算空军啊。再来看一下第二个，第二个我感觉我放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了呢？哦，在这里。哦，空军这个，空军钩子的蚯蚓给它干没了。接着要收第三个，这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个的。看样子又是空军哦，这个线这么松，还真是又空军一个。第三个也是空军，这里第四个，看一下，哎呀，哎呀，干底了不？不会有大鱼拖进去了吧？既然干底了。钓到什么了？哎，有一个黄骨鱼在上面，尬住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一个黄骨鱼啊，缠住这个树了。这个还没嘎，这个黄骨鱼还会叫，收了。这个是第五个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又嘎底？又是一个攀鲈，又嘎住了，都没有好货的，都是这种没用的鱼。看，又是一条攀鲈，又嘎了。攀鲈都是嘎了。钩子已经收了500，我的桶呢，空空如也，这就难搞了哦。还有最后500钩子在这里面，就看他们有没有收获了。这里是有一把的，直接收，空军。好，空军。第六把钩子也是空军，这下面也有一个。第七个钩子应该又是空军，不是空军了，又是这个臭攀鲈啊！怎么这么多攀鲈，就没有一点好货吗？第八个了，这个线绷的有点紧。又是嘎底，哎呀，掉了掉了，哎呀，终于收到一条好货了，弹脚鱼，终于不空军了，一条一条，收入囊中，我的桶终于不是空空如也了，终于有一条鱼了。第九个，哎呀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空军啊，不是一个嘎底，怎么老是这么容易嘎底？哎，呵呵，哎呀，巨物罗非啊，一条大罗非，哦，真是服了，有什么用？
还剩最后一个了，应该也没太多希望，就在这里啊。又是咖喱，哎，直接拎上来了。好，第十个通筋，十个钩子就一条长脚鱼，服了服了，收了十把钩子才得一条长脚鱼啊，这有点不符合逻辑哦，是不是我钩子太小了？我看别人放这个夜钓钩挺好玩的，所以我也搞来玩一下，结果就得一条，幸亏也好了，没有空筋啊，肯定是我钩子放的不够多，对，肯定是钩子不够多，等下去我整多一点再来放。